今天不结盲盒，也不找盲盒，我已经很久都没去买菜了。先去买一盒鸡蛋。哎呀，又咋了？我天，蛋仔盲盒三带来了。走了走了，不买菜了，我要回家拆盲盒去喽。蛋仔盲盒第三袋终于来了，激动的我又忘记买菜了。不管了，开盲盒。一二三，今天是哪三个角色呀？嘿嘿，开工。哇，这个蓝色的白色的有点难猜啊，反正不是动物就是人类，不是男的就是女的，嘿嘿，我是不是很聪明啊？开工了。找呀找呀找呀找，一双红色小皮鞋，上面是白色袜子，这是啥呀？一个两个三个，哇，好像是一条小短裙。白色上衣没错了吧，再加一层，有点样子啦。以我专业的眼光断定，这里肯定可以装东西。找到啦，左一个右一个，中间再加一个，有点可爱啊，看起来好像是头发。那这个就是嘴巴啦，装上。这两个大窟窿应该是装眼睛的吧，看我一下子就找到了。嘿，哇，这睫毛也挺长啊，装上。再装个后脑勺，越来越可爱了。还有个头盖骨，盖紧盖紧盖紧。哎，额头还有刘海呢，这细节可够讲究的。哇，这应该是穿水手服的金天妹吧。这是两个小手还握拳呢，袖子去哪里呀？一个袖子啊，两个袖子啊，还有好多小饰品。这个是胸针、发卡，两个小耳朵，最好是天线。我天啊，这金天妹简直太可爱了。在这种时候就一定要在公屏上疯狂写上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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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两盒呢，这里面会有什么？谁这么优秀想出这个盲盒啊，我反手就给他一个赞。哎，是灰色的，灰太狼已经做过了呀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两个大胖脚，看起来像身体，肥圆肥圆的，这里还有个孔。再用我专业的判断，这里肯定也有东西啊。哎，哇，刚刚好啊，这里也装一个，也是刚刚好，还有这里还是刚刚好，看样子还得加一层，这里空着就有问题啊。哎，立刻装上，竟然是一个熊鼻子啊，灰色的熊，你们是不是已经猜到了？两个眼睛，这黑眼圈啊，熬夜了吧？头盖骨来啦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压压紧，保护脑子啊！哇，好圆的蛋蛋，一个腿，两个腿，给它安上，两只小手，两个耳朵，哦，刚刚好哎，还有这个飞线。这应该就是你们最喜欢的那只狮心熊了，对不对？我感觉蛋仔盲盒三代跟之前的比起来更圆润了。好喽，还剩最后一盒。哇哦，是咖啡色的，这尾巴这鼻子八成也是只熊吧，还有一个小领结。大家都是熊，听法应该差不多吧，看一个小屁屁领结，看出来了，这个应该是仔仔熊。大胖腿装上，那边一个，这什么吊牌吗？不知道，装上去就对了。今天这盲盒我太喜欢了。JK 妹、仔仔熊、狮心熊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我啦。今天开的蛋仔盲盒三代，感觉比之前做的更好啦。每次出门都能捡到盲盒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买到菜啊？小伙伴们，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？快在评论区告诉我。